师母好，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好，嘿，这是我们的玉英小姐哈，高雄多位啊？高雄多几个地区？高雄的旗山。哦，旗山，旗山是高雄还要再过去吗？对对，还要过去。哦，是，靠外多位，有比屏东远吗？屏东比较远。差不多了。哦，只是那个路线不一样。哦，差不多，那也很远呢。哦，哎，这个。早上六点就坐车子出来。哦，因为这边没有高铁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哦，你六点哦，坐什么？啊、自强号。啊，自强号吗？我在那个高雄火车站坐自强号的。哇，六点哦，这个才几点嘛？才几点钟？你才几点钟、啊？好像一点多钟而已吧。啊？六点。那就更不在等车啊，还要等车、啊哦，还要等车。哎，啊，我们旗山就坐车到高雄啊。哦，从旗山还要转车坐到高雄，再到高雄火车站再坐过来。哦，再坐计程车过来。哇，刷贵呢。哇，哎，真的哦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哦，顶回讲阮去台中，结果你禁掉日子，对不？走去台北。讲要录音，啊！我想讲，哎呀，系啊，我已经到台中啊，要安那？还是坐高铁哦，哦，然后记错，跟他给几礼拜哦，跟几礼拜，两礼拜，一礼拜，哦，一礼拜，哦，好佳哉，今日无记唔着，哦，所以昨呢，我搁伫个线上休讲，玉英姐，嘿，莫记唔着日子哦，不会的，是，对啊，不然你一个人这样，一个人在台北，吼，我嘛感觉安尼，哦，唔知要安那，吼，系啊，就烦恼的呢，对啊，嘿，好，我们的玉英姐呢，你目前有几首歌？目前我是过新的是五首，哦，加今天新的，一首，今天拿到一首新歌，对，所以总共有五首歌，哇，好。那我们每次录影的时候，你都要来好好打歌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各位同学，我的那个军曲很好听哦，啊，希望你们大家哈，都给我多多传唱好吗？对不对？谢谢你们大家。好，来，今天首先要先带来你的第一首金曲，什么歌？伤心的玫瑰，伤心的玫瑰，哦，伤心的，啊，今嘛这个音源曲号嘛是伤心的，对不？这个位置对，好，来，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刘玉英，谢谢。